开饭喽！好，吃饭吧。突然站起来头好痛。哇，小远太厉害了吧！有那么多、整桌哎！厉害哦！哇，小远手艺很好哦。一整桌的菜。勇哥，喝点蜂蜜水可以解宿醉。谢谢，哇，贴心。三毛哥，谢谢，舒服啊，喝一点啊。好喝。那就开动了。这一刀看起来很厉害，我真的是。哎，我一直偷吃，不好意思。好吃，好吃哎。哇，没想到手艺这么厉害。好吃。天哥，你看你弟那么会做，我们应该投资他开一间餐厅嘛。我投资好不好？开什么餐厅啊？有钱也不是这样乱花的。哇，你那做哥哥怎么这样讲话啊？那就没有才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好培养一下，是不是？都忘了，来，我们敬一杯啊。今天我们来敬这个小远学成归国，而且手艺这么棒，来。那个小远，三毛哥，谢谢你，谢我。出国一趟，我想了很多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没有机会去美国，还有现在这样的成绩，我很感谢你，谢谢。你愿意放下，我跟你哥都很开心。来，没事。你知道什么东西放不下吗？筷子一直放不下，好好吃哦。可是我已经吃很饱，怎么办啊？那昨天也是这样啊，放不下，喝不下，你就继续喝了。可以了，所以我今天头很痛，好吗？你不用再酸我，你也一样。要不要喝一碗？马上解酒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让你帮我盛一个。来，让。